样应该没问题了。我操，好疯狂的样子啊！这是 Steam 的，不是4399小游戏，这是 Steam 的游戏。这波赚了960买一个变速箱，下一波赚1500买一个装甲，那么一定要买一个装甲，变速箱这个开得快一点。上面的那个钱一定要拿，钱不拿的话我们这个车无法升级啊，车升不了级。哎，游戏叫僵尸战车，可以慢慢的改装车辆，现金箱子。这把1200买一个装甲。我操，三发锯子，我你妈牛逼牛逼，三个锯子无敌了。这把你妈是要起飞啊，这个哇，我操，太疯狂了，加速。我前面就是现金箱，我差一格。1100买一个这个推进器，推进器买一个飞推进器。哇，我操，变态啊，干得漂亮。加速，啊，上面的钱我没捡，等会再去捡吧。上面一袋钱没捡，啊，这边捡到了，在这，现金箱子刚刚好，燃料耗尽，1600，1600升级，升级什么呢？燃料吧。这样才能跑得更远，跑得更远我们才能赚更多的钱嘛，对吧？我们就先把这个燃料给升满，升满了之后跑得更远，就可以跑到前面加油站前面的检查点。就是因为燃料不足。游戏叫僵尸战车，僵尸战车。引擎也可以升，引擎等会再升，引擎也可以升。哇哦，我操，好变态啊。哇哇哇，现金箱。哎哎哎，别掉别掉，好吧，走管道吧。燃料耗尽，2500，这波2500，再加一点燃料，这样一波，这样我们先升燃料，我们钱才能越来越多嘛，对吧？这样效率高一点，可以直接跑到第二检查点。燃料升满了之后，再慢慢改装其他的轮胎啊，装甲、枪械什么的。其实我觉得枪没什么用，枪真的可以说没什么用。快到下一个检查点了，我这个装甲这个电锯好强啊。加速，把它拆一点。哇，
电梯都掉喽。哦，燃料耗尽，我差一点点，2000块，2500，差一点点，这波应该能到那个前面的检查点，这波应该能走过去，一次过了。哎，要不要买把枪呢？要不要买把枪？你们说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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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枪有点贵啊，3000块啊。好像是机关枪什么的。有一种4399的感觉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？哇哦，漂亮。帅的一逼，哇哦，哇，燃料还要超级多，哇，到了检查站，漂亮。第一个点，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，我奖励2100。